出来吃饭碰到了前女友。你说你俩吧，要是有缘分，你俩处对象还能火；没缘分吗？吃个饭还能碰上。你以为那是我想啊？你冤家路窄了呗？哎，不是你俩现在算怎么事啊？嗯，说不好。那主要是我也不好说呀。你这个人呢，我他妈太了解你。就处这些年，你没遇到感情事你就唯唯诺诺，你就不像个男的，你跟狗似的。就是你现在跟木柴还没有什么区别，耽误你俩时间。那他妈你以为那是我想的吗？不是你俩当初到底为啥分的？那时候，陈一鸣，你别走，你等会儿。我哪里做不对？告诉我，我改，你别离开我。你松手，回家，你给我回家，你给我回家。我们不是一世的人，我们在一起永远没有结果。你松开我。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，你他妈以为那是我想的？他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你放屁呢？不是，那所以呢？你现在呢？你不是不跟他复合去吗？你不是又要再上一次吗？你别跟他放屁！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跟他复合呢？你他妈学完事儿能不行？不是、啊、哥们儿、你说那话算话吗？一个兔妹一个爹们老爷们儿，我他妈说了不算，我今天是你受的，好不好？我一会儿干啥你别找你找。行，你能干啥？你能咋的？